体重测试。体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体骨骼、肌肉、皮下脂肪及内脏器官的发育状况和身体的充实程度，并间接反映了人的营养状况。体重过大会影响人的活动能力，增加冠心病、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病发率，所以保持适宜的体重对维持人体的体质和健康有重要意义。测量体重使用电子式体重计，测试人员打开电源开关，按启动键，显示屏上出现数字闪匿，定格在 0.0 时，受试者赤足自然站立在体重计中央，保持身体平稳。等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值稳定后，测试人员记录显示数值，记录以千克为单位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。注意事项：体重计应放置在平坦地面上，受试者应尽量减少着装，上落体重计时动作要轻缓。